to keep on go. (Clears throat) 我一开始我是听单科，单科的时候我觉得音质出来，我觉得它中音跟高音是很干净，两颗如果今天串联起来，我觉得是蛮 OK 的。音域跟它的整个音质的那个饱满度跟表现，对我自己的需求，我觉得 OK， 所以我觉得我就是一次买两个摆在家里，已经是艺术品等级的啦。谢谢。造型部分我自己非常喜欢，因为它第一个水泥是一个比较重的东西，用一个亚克力透明的东西，然后让它水泥我觉得浮起来的那个感觉，我觉得视觉效果，我觉得在家里是算是一个艺术品。You got an act for sale.